Jane 同 CEO Star 嘅神级靓声 crossover， 真系听极都觉得唔够喉啊！昨晚佢哋终于完成两场 Move Live 音乐会，唔好话歌迷啦，就连佢哋八个都话好唔舍得。咁但系大家今次系咯认识多咗，所以你产生咗感情之后，你唱嘅时候会慢慢唔舍得咯。然后我觉得咧，一个好开心嘅事情就系、是，原来之前 DJ 同埋之前 CEO Star 嘅人咧，其实融合到嘅，即系佢哋。我係 gel 嘛，即係唔單止我哋八個 gel 埋，好 gel 啊！啲 fans 都 gel， 係啊，你唔覺得咩？好融洽啊！淨係見到佢哋幫我哋整嗰啲應援物品啊，哇，好有心機，交係係咯，佢哋係聯合，佢哋都 sofa 一齊去整一啲應援嘛，係啊，八個一條心咁樣咧，哇，好犀利，係啊，呢個好靚，啲印水紙啊，又特登整咗我哋八個人。今次 DJ 同 CEO Star 真係 gel 出真感情，仲約好一定要再合作，連組合名同派台歌都諗好啦。我同你讲啊，你 gel 咗我哋之后，你唔好 gel 第二个啊。系，解释咗。而家呢个 term 完，系啊，你唔可以再 gel 嚟噶，你可以夹第二个。如果唔系 gel 嚟噶。会唔会你哋真系想呢个期间组合嘅期间限定嘅组合唔再期间限定？多啲合唱一齊開唱，或者係其他場。咁啊，我哋改名咯，係咯 ，Gel， 我哋叫 Gel， 大家好，我哋係 Gel， 係啊 ，Gel， 第一首歌咪叫，係啊，因為呢個 show 而產生咗呢首歌，甜甜地好浪漫咁嘅樣啊，仲要係，阿女子得萬如飯。第一首系啦，第二首就系不许你以后 gel 人。唔少歌手开 show 都会有啲小习惯，好似阿 King 佢上台前例牌要食半个鳗鱼饭，点知寻晚出事啦！皇上食食下突然啃骨，要 call 御医嚟救驾。完全 gel 住咗条食道。系头先要掹出嚟嘅时候，佢真系哇，试下用手啊嘛，跟住大家呕啊，差啲用边个只手咧？佢自己，我自己只手系啊，跟住有医护人员又嚟。吓死我！搞到好大阵仗，但系佢照完都好似，哇！唔知点搞啊！你应该都系要去太深啦，心痛得滞，你要去医院，焦得太深。咁你唔系完咗 show 即刻依家去医院？我谂住听日咯。都 gel 住咗咁耐啦，都明白，都明白。今晚啦，呢个唔好大条啫，但系其实好细条，但系讲嘢佢就会系咁。加下咁样咯，系咯，当针灸咁咯。皇上有难仲笑得咁开心，一睇就知系好兄弟啦。